我是 TDCX 中国职场的招聘专员 Jenny。 作为招聘方， TDCX 一直致力于为员工提供最好的工作条件。在这里，我们有高于行业水平的薪资，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险方案，舒适整洁的办公环境。在这里，你可以享受到免费的咖啡和零食，可以和元气满满的小伙伴一起工作，并且能够实现个人职业发展计划。那在这里，我来介绍一下 TDCX 中国职场客服专员的职位。作为客服专员，我们将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，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便捷。那我们期待的小伙伴是什么样子的呢？首先，我们希望你可以拥有大专及以上的学历，善于沟通，有良好的服务意识，同时可以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和网络工具。另外，如果你曾有过在客服中心或呼叫中心行业的工作经验，那就更好了。听到这里心动了吗？心动的话就快来联系我们吧，我们在这里期待你的加入。